老板可以随意扣员工的薪水吗？如果你的老板因为你的表现不好而擅自扣你的薪水，那其实他是违法的。老板将会抵触1955年的雇佣法令第91(c) 条文，追成可被判罚款最高10,000令吉。当然，这是有例外的情况的。雇佣法令第24条文列明合法扣除薪水的情况事项，包括：一、因老板的疏忽多支付员工最近3个月的薪水；二、员工没有给予充分的离职通知而擅自离职的赔偿；三、扣除之前预支的薪水。另外，老板扣除的薪水总额呢是不能够超过每个月薪水的50%的。值得注意的是，1955年的雇佣法令呢只用于薪水2,000令吉以下的员工，若是薪水超过2,000，则需要遵守雇主和员工之前签订的雇佣合同。若是雇主和员工签订的合同里列明了扣除薪水的协议，那么双方就得根据协议的内容来履行义务。多了解法律，保护你的权益，关注小张为你说法。